今日，李晨在微博中晒出一张自己与众多好友的合照，简短配文：2017跨年末，李亚男、王祖蓝、陈赫、李晨、郑恺 and Daily Bobby， 当然还有双腿格外抢镜的迪丽热巴。果不其然，迪丽热巴的双腿最抢镜，这么穿不冷吗？除此之外，李晨、范冰冰以及王祖蓝、李亚男这两对夫妻的催生团和陈赫瘦了都是网友所关心的，都是一群给观众带来快乐的人，希望能够在跨年夜看到他们精彩的表演吧。